兄弟们，我是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雷军的声音会如同暴风雨般席卷整个王者峡谷，而一切的原因都是网友纷纷对王者的不满，便用雷总的声音来进行恶搞，吐槽游戏环境和英雄强度不匹配，以表达对游戏的不满。其一模一样的声音，就算是雷总本人来了都会被吓得虎须一震，仿佛就是雷总本人在说话，让人察觉不到一点破绽。首先第一位网友就通过 AI 模仿雷总的声音，不仅把积攒已久的愤怒全部发泄了出来，更是好言相劝玩应府的所有玩家。那些喜欢玩硬控的牛马召唤师们，你们好，不搬你钟馗是因为看不起，不搬你张良是因为没必要，结果你倒好，直接东皇加张良，就算是庄周带进化也要被摁死在地板上，要不是我大招能跑路，找黑屏几百回了。在这里奉劝那些玩硬控的牛马们，放出来不拿是人情世故，像这种连吃又带拿的，小心我拿 A5 炸了。紧接第二位网友更是逆天，直接用雷总的声音为老九门发声，听到这里无数老九门玩家纷纷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些玩雅联的畜们，你们好，我是雷军，国庆期间老子信心满满的打开王者荣耀，准备好好用我那念了两年半的老九门上一波分。你们倒好 ，A 两下，一个二技能接一技能，直接扑到我们后排，然后一个大招落地，又一个一技能接斩杀，把我们后排杀死。只看着还差100块的破军发起了投降。你们这些傻雅联玩家要想开开心心的过完国庆假期，最好舍弃你那落地接一技能和斩杀，不然是直接开着小米都是你们这群。不仅如此，还有玩家一直卡在王者两星被坑到破防，为了以表对游戏的不满，也是用雷总的声音进行吐槽。新赛季都是一些傻，王者荣耀坑我的那群畜。你们好，我是雷军，新赛季打了58还卡在两星，一动都动不了，你们满意了吗？你们这群人机最好别用小米手机，不然老远程遥控死你们，也别在路上给我碰到，不然老开小创死你们这群臭。然而这还没完，雷总更是奉劝白银玩家不要躲在泉水挂机，不然这样的话自己根本上不去钻石段位。你们这帮玩王者荣耀老是躲塔下面挂机，还得老连钻石都上不去，用我小手机挂机的人，你们注意了，我直接远程遥控关掉你们的手机，让你们彻底死机。随后雷总继续为刘备发声，觉得刘备已经削得不能再削，表示凭借一己之力想要带飞四个队友根本带不动，无奈只好隔空喊话叫策划加强刘备。大家好，我是雷军，在我玩刘备的时候总能碰到那种傻队友，你们这群畜老子一个带四个都打不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玩刘备。你看看现在刘备是给人玩的吗？你们这些玩龙人的都是残疾人吗？老子辛辛苦苦15分钟经济，你一个技能给我秒了，如果带你们玩龙人被我发现，我就远程操控你们的小米手机，打死你们这群畜生。出生策划在不加强刘备，小心我开小米创是你们这群傻